世界万行街，拢伫咱台湾新疆街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仁。就在今仔日下晡三点外钟，那么中国的火箭载着卫星飞过咱台湾，无通知，这敢是一个好时机，还是另外有案情？那么另外，立法院今仔日开会来算临时，讲是要来高端疫苗堆堆堆。甘是选战战术来告急，咱今日来关心政治版图。来，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，头一位资深媒体人陈明宏。主持人大家好。第二位资深媒体人谢浩志。大家好。第三位政治评论员吴坤玉。大家好。第四位公民监督。国会联名执行长张宏林，是主持人，大家好。那么首先呢，咱就来关心讲，在选举进程，在亚电影要求公开高端疫苗的合约，立法院今日召开着临时会，邀请着行政院长陈建仁来报告。立委关心什么时阵会当公开着合约，陈建仁来强调，合约并无问题，不过政府甲高端。有签五年的保密条款，要提早公开，就要人公司的董事会来同意。卫福部的部长就随员呢，对着高端公司甘愿愿意提前公布合约，感觉真乐观。我们跟高端的这个合约呢，都是在遵照着这个相关的法规呢，以及国际贸易的这个惯例哈来签署，这里面没有不可告人之事。高立焕议临时会进行高端专案报告进行，但建言先强调高端合票合法，在下提会时将目标放在高端采购合票什么时阵公开，暗过因为看见签保密条款五年。但建言强调，政府爱对高端有信心，也跟立委一句来一句去。即便你认为有保密，那你把它处理掉。我们政府的立场到后面的文件，你通通都没有。我们政府的立场也是要公开，也是主张公开，但是需要双方同意。为什么要公开？他的理由是什么？价格不是都已经公开了吗？841块一剂吗？他需要召开董事会来决定。开个董事会有这么困难吗？你们不能积极的要求，积极的来沟通吗？陈建仁表示，立法院调查小组、监察院加检调拢看过合约。郭明标表示，政府态度也是想要提前公开。另外，有立委质疑高端疫控制一年，当先指出合约不公开是照采购机关的要求，卫福部长谢瑞元否认，佮对提前公布合约表态乐观。我们没有要求说他保密了，高端是否会提前解密，我想我们是乐观的。暗个立委也质疑高端高级。活动雨伞雨损失惨重，但建仁回应：新旧演化估计本来都会起起落落，那有牵涉不法的代志，检方也会来调查。所有新药的研发，它的股市都是上上下下。当它临床试验成功的时候，上上下下不安尼啦，有啦。你得看莫德纳和 BNT 就好了。我已经还没讲好内线交易，你知道吗？内线交易我刚才讲了，有内线交易我们已经查了，而且我们已经暗示了。北京最近侦办高端疫苗相关的案件，分案侦办有68件，其中已经牵结63件，一件起诉，经过法院判刑确定，一件无起诉。目前依然有3件在侦办当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咱他看着今仔日的早起，在立法院所发生关于着高端疫苗，但是呢，在下晡差不多3点的时阵哦，咱收到国家级的这个警报啊，讲是有啊不明物体。啊，有的顶头咯写飞弹，有的顶头写卫星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信息其实阿个无同意，但是我在座的四位来宾吼，来宾吼，你先讲，你收到的是什么信息？我收到的是卫星啊，卫星经过南部上空，我大家看那种讲越南上空，我讲越南关咱什么代志？飞越啊，对啊，越南嘛吼，啊，哥仔细看那个飞越。南部上空啦，啊啊啊啊对啊，啊，可是有英文版的，英文版就写飞弹啦，写 missile， 对 missile， 对啊，所以说这个东西大家就吓一跳，就是说，因为乍看之下都会觉得说，这么紧急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有攻击性的东西飞过来？
所以说大家会连那个陈建仁在立法院都突然讲错说啊，中共射飞弹了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的、啊，当然就会在野党在野斗一点也够我差嘛。如果你是你做诶选举的操作安尼，故意大家卖迄芒果干互大家吃，故意安尼创。但是问题就是讲，因为迄四月份的时阵有的有。嘛是有一粒飞，一粒卫星吼，我经过的时阵，伊有迄碎片有落落来，啊有迄落落来物件有迄有伤害性呐、啊，所以我想国防部可能讲要选举要搞啊，惊伊个存电盖四月份去盖，物件迄碎片有落落来，会去伤到民众，啊所以家里就发这个东西啊，但是这个东西都是在野党就会跟你吵说。欸、你故意要这个这个贩卖紧张啊，然后故意要炒这个中共借选或怎样？那这当然就要看国防部如何去解释啊，就是说大概是不是用什么标准，是不是用卫星都是，因为卫星一起飞过那个高空嘛，那个已经不算国家的，一般用手啊，对，不算是这个国家的领空了，领空了，对。那如果是怕这个卫星的碎片掉下来伤人的话。是不是每一次都要发？还是说这一次你有什么探测到真的它有像上一次一样有掉落，所以才发？我刚刚在高鸿博爱伊在写新闻稿来对爱写好清楚。未来我想在野党嘛是这件代志应该继续公红啊，所以我感觉这件代志未来还佫是可能是选举未来四天四天的重点，变作重点吗？可能。不是呢，我感觉这物件就是讲。十一月、十二月，拢有发射过嘛？吼，拢啊，迄阵你都嘛无发警报啊，对吧？啊，为怎样即个要发？吼，啊，一般的民众看到嘛，会感觉啊，即摆是安怎？啊，为怎样来？是阿强拍过来嘛？啊，唔是啊，嘛无影响你发这個，我这种物件就弄巧成拙啦。我讲不用，因为你这物件是国家紧急报发出来，大家拢收到嘛，大家拢收到咧想，一直咧想嘛。哦，那是阿强无怕怪，哦，就是你大惊小怪嘛。啊你这时候大惊小怪是为什么？你为了选举嘛？这个一定对民进党选举有好处，我是无安尼看啦。哦，这进程，但是咱消息的来源哦，足侪种的哦，一个是这个干信，哦，一个是干信，啊，一个是对网站顶头看到。国家灾防中心所发的两边吼，啊，毛英文的，英文的写 Air Red 空袭警报哦，可以哦。那个这个事情我解释一下，好，先解释一下。第一个，这个是例行的这个卫星发射，哈，那发射的地点现在大概初步讯息是在西昌，西昌是。四川南部很偏远的那个彝族自治区都没有什么人住的地方，好，他从那边射，离我们大概好几千公里，所以他从那边的飞弹叫射上去以后，他会越过天上有一个线叫做卡门线，虚拟的线啊，大气层大概边缘80到100公里有个卡门线，一般来说国际条约里面越过卡门线以后就算外太空。就不算你的领空了，跟它公海的意思。对对对，跟公海的意思一样，所以它的卫星要射到那个空间去以后，它才能作用，它才会走那个轨道。那依照台湾跟西昌的距离，这个卫星射上去了以后呢，那它其实已经那个离台湾很远了，啊，应该已经出大气层了，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个东西呢，那的确。那载运卫星的火箭跟载运飞弹的东西常常都是同一种，好，那只是它的弹头跟导引系统什么东西目标不一样，好，所以还有人就会你在雷达辨认的时候，其实你是辨认不出来，看不上来出来。对对对对。第三个，那这个就曾经产生过一个争议，那大概7、8年前，因为北韩一直射飞弹。好，每次都射过日本领空，然后掉到太平洋，好，就日本呢，就产生个争议，对，金丢，然后公，你北韩射飞弹越过日本领空的时候，我到底要不要发警报？我到底要不要反击？到底算不算越过我领空？但后来他就产生了一个警报系统，因为日本人做防灾做得很紧张，
所以它产生了一个警报系统，然后就好，只要北韩的那这个飞弹只要一越过我的日本的领空，我的哔哔哔哔哔哔，全国都在叫。结果有一天呢，那这个早上上班时间，全国警报大响。那全国警报大响，在日本来说，它所有防灾系统都要运作啊。警报一响，列车马上停开，然后所有东西全部都要就位嘛。可是并没那个防灾训练并没有那么充足啊，政府并没有告诉清楚说，那告诉民众说，对你，你现在如果真的遇到空袭警报，你要躲到哪边去？然后你那个，比如说躲到公所，防灾警报室一般来说是公所，就一堆人往公所里面冲，老人家都冲进去了以后，里面没有水，没有厕所，没有什么东西，一大堆，搞了一团混乱。后来日本人就慢慢调整了，他就调整了，调整说，如果这个飞到卡门线外足够领空高，对于日本本土没有直接危险，那我就不要发警报，我可能就发通告就好，说哎，今天早上几点几分啊，有一个北韩的，在哎飞过我们头顶，啊，大家不要紧张，没有事情，对我们这边没有危害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觉得这种分寸，其实是政府在发这种警报跟这个状况的时候，其实是要参考或者是把它弄清楚，要不然的话会突然制造恐慌，不给麻烦的啦。哎呀哎呀。哎，张老师，你认为咧？即因为吼，真侪人会感觉讲，韩国，尤其迄阵是南韩哦，南韩哦，会有开过国家安全会议啊，是，哈，啊，所以到底是应不应该？即我想到咱讲的台湾人实在真歹饲吼，无法你阿妈啦，法你阿妈啦，啊，发选举进程谋略开始讲，这就是即个阴谋啦，啊。会讲口误，敢是阴谋？我家己收到，我即马念无大家听。中国于15动视发射卫星，已飞越南部上空，请民众注意安全。若发现不明物体，通报警消人员处理。国防部，我都唔知咱即马阁有这多人来评论讲，这个阴谋，这应该都是党在操作选举。啊，我收到的部分对足清楚是安尼啦，当然有可能写唔对，有可能口误啦。但我是安尼讲啦，这个部分咱大家应该来想是，唔是咧讲有阴谋无，是讲后摆中共若真是有类似安尼，咱要收无？我感觉大家顶多是透过这个机会，因为毕竟即马中国对咱的威胁就是足明显的。咱一寡代志要话讲清楚，大家会记得迄阵啊，日本飞弹飞去，伊嘛是足悬的关空的时阵，伊嘛发警报啊。台湾嘛是安尼时阵，咱无敢啊，无敢知影个咧嘛。我讲真歹做，所以我讲这应该是一个公共的议题啦。我感觉爱持平，我知影这讨厌是伫选举进程，等到大家拢该复杂化。对我来讲，最单纯的就是大家讲好，未来什么资讯爱发不爱发。头先我跟妈妈嘛同意，咱有一挂来宾讲的，你是不是有一个标准，予大家知影？因为毕竟大家受到这第一个惊吓，就是一定大代志，咱嘛无希望确实。就成咱民众的惊吓啦，但是我感觉是不是该无限上纲讲，这是选举的操作，我是较保留啦。好，咱收到最新的这個国防部的澄清稿啦，伊讲吼真歹势，哈，这個、第一时间吼，第二时间无去啊改这个 missile 吼，这個、导弹这个飞弹吼，这個、英文吼无甲改起来啦，啊嘛，其实是卫星啦吼，啊所以真歹势。啊，这国防部来澄清啦，吼，所以四位来宾吼，我相信呢意见拢一致啦，就是讲，选举归选举，吼，那正常的这個国家运作吼，应该 SOP 要讲好，啊，无吼，是啊，两边拢唔是人啦，哦，这也是真重要的代志。好，咱今日过来看吼，在早起临时会讨论的重点，是安怎这個高端疫苗到底差这個高端疫苗有票啊，无票啊？我个人是感觉应该是拢无票啊，无迄拉军的票啊，因为高端的疫苗已经是发酵过的液体啊。你讲你也去拍，你也认同国高端疫苗，你有去拍国高端疫苗啊？那高端疫苗怎样？你拍过，你打过以后，你也不会再去 argue 这件事情了嘛？那吵了，当然就是蓝军的人会去打高端疫苗吗？
蓝军人一定也不会去打高端疫苗嘛，然后他就是借着说，哦，上次有个录音带，什么要抬高价钱，什么什么之类的，七八块，对啊，那其实那这个东西就是啊，要硬炒账。那事实上这个东西价格，刚才那个立法委员也知道了，841块一剂啊，那你这个解约的东西，当然。这个政府也表明了，他们希望能够提前解约，解密嘛。好，然后副总统赖清德也希望可以公开，所以这没有什么问题啊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因为高端不是国家的公司，是民间的企业，所以你要叫他做一个解密，我说实在的，你这些公司的运作，一些商业行为，他搞不好有其他国家的买卖相同的疫苗。那如果你要叫他什么东西都解密的话，伊当然要考虑讲其他的市场的反应是安怎。啊，所以讲当然啦，咱国家的物件尽量公开是好的。啊，不过你嘛莫安，就是说不用硬炒啦，硬炒这个议题是没有效的。为什么这个东西疫苗对于大家会有影响的，都是那些不愿意打疫苗的，被强迫去打疫苗的，现在还是在发作中。就是我认识有一些年轻人，因都想起的，想起就是说他们的小孩子大概5、6岁要上幼儿园。幼儿园呢，因为有些人对这个疫苗的东西呢，因为它是新开发的东西，所以他就说不要打，因为对他打进去以后，他觉得会有后遗症，所以就不害怕。通常大部分都不害怕这些疫苗，但是他的孩子爱上课，所以他就爱规定家长一点爱怕。我有听到一个少年人，伊是安尼讲，伊的疫苗不是对高端或是什么东西的不满，是对于政府强迫他打疫苗这点不满。那这点你就算公布什么高端疫苗怎样的过程，嘛救袂回来，嘛救袂回来嘛。啊，伊刚买去到拿军的迄个嘛袂啊，迄个本来就是绿军的人啊。啊，所以你炒这个高端疫苗到底是意义何在？我觉得现在都是讲哈，酸基碱议题太少了，所以。哦，这个所谓冷饭拿出来炒啦，否则我是觉得高端疫苗对选票一点都没有影响啦。对，好几只安那款，因为今仔日吼临时会是在亚党，你要来强制要来调开的哦。结果因家己的党籍地位哦，1/3无来呢，啊表示讲因到底对这个议题到底是掌握甲真深啊，一定要拍，还是讲大家意见嘛无同款？但不无啦，大拢咧选举啦，所以来一定不分区甲台北嘛吼，大拢差不多安尼啦。但因为讲这个议题是安那，就是你有意见的拢一定有意见啦，吼，不管你的意见啦。拢发先过。要唔过，今摆就一个提醒嘛，吼，这就是冷饭热炒嘛，我就是要再提醒你说有这件事情嘛，尤其是讲你高端迄阵，就讲大一开始的时阵，大家真侪人支持啊，看蔡英文嘛去爬赖清德嘛去爬，结果到去北去日本的时候，啊讲啊这边当初讲，过来补爬，吼，迄阵就有反弹一摆，吼，就安尼嘛，啊你即摆的状况是讲，就提醒讲啊，这个物件就稳。对哪句来讲是提醒讲，你这个物件有问题，尤其是讲你承建人底下讲啊，什么要股东会、要董事会，看那你一个到底是股东会啊、董事会，你嘛讲袂清楚。啊，你每讲一摆的时阵，大家拢讲哦，啊，这政府哪会安尼？为什么人股东会比你行政院院会、比立法院会较大？啊，股东权益就比人民权益较悬。伊起码是咧看你家的哪家失分嘛，你不断的在提醒说啊，赖清德就讲会当公布，啊你家的唔知讲这条高端公袂使就袂使，这个就是在提醒蓝军选民说把那个记忆叫回来，就安尼嘛。啊你讲对选举影响，就是安尼吹票尔嘛。啊对民进党来讲，起码是讲你最近吼空战议题吼，拢对你了不利啊，吼唔管是这个也好，吼唔管是。罗志鸟，迄代志拢不是大条代志，细条条啊。吼，要唔过你都没有正面的，就是最近选前几天，如果都是对你不好的新闻，吼，对你选举一定加减有影响。啊，你也是认为加减有影响？加减啦，袂讲介大啦，加减啦。哎，困扰的。冷饭热炒哈，其实这一个月都在冷饭热炒。啊，咱几个人假庆崩。那我这样子讲哈，某个后。侯友宜的辅选大将，一个月前，在他的脸书上面就刚打赖皮聊的时候，那他就贴了一条叫做"冷饭也是饭"，好，
我知道是谁吗？我马上想象。对，冷饭也是饭，然后结果我们就吃了一个月的炒冷饭。好，但是炒得好的话，顶泰丰好也是靠炒冷饭出名的。好，千本差冷本对对对。但是问题是，像高端这个议题，高端这个是刚才敏凤有讲到一个是，它是已经发酵过的东西，它上一次选举就已经发酵，而且发生作用了。而且产生了影响，而且疫情也过去了，那你再去拿发酵的东西再来炒，那个就叫臭酸了，哎，臭身体啊，还那已经不是冷饭等级了，那个味道并不对，好，就是即使没有什么反面，它也不生效应，也会让人家不想靠近，对啊。就远离，光闻到那个味道就远离，所以不会发生，不太会发生什么效应。他只是想要唤醒大家对高端的一个负面的恶感跟记忆。你看今天大家去问半天，也问不出什么东西啊。如果今天这个事情对于选举是有帮助的，那么国民党委员怎么会？这个案子是国民党提的案子，就国民党的委员自己都到不起。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？教立功应该尬给动完了。那对啊，那你应该大家蜂拥而上啊。那显然他们自己都觉得这个题目吵起来没有什么意思。是，我补充一下，因为他今天的临时会开的时候，就是针对是否公布合约的临时会，就是今天临时会已经确定说看不到合约了。好，因为他题目就是讨论大家来讨论是否要公布合约嘛，所以已经看不到合约了，所以就说大家也不会太热。大家就知道答案啊。对啊，对哦。啊，这方林。是啊，我先呼吁叫因先海钱哦，因为咱照理讲应该开啊十二月底哦，所以提早收会，即马在咧开临时会。那照咱正常，一个月有19万的即个薪水哦，113个省县千几万出来哦，去捐给一寡慈善机构。我感觉这先第一个呼吁部分啊，再来部分他讲到，我感觉即马这议题。当然啦，我甲咱之前咱讲到即个赖清德的老家，甲柯文哲的即个停车场的问题，甲侯友宜即个学生宿舍的部分，我感觉即个议题，咱有啥简单来分辨，就是讲伊是弊案，还是是咱讲到可能是一寡就行政的疏失，还是道德的层次的部分，过去会使抹黑，就是讲袂清楚。啊，大家会安尼吵，大家会欢喜安尼，反正大家各自找自己的材料来讲。但是伊若去甲即个对搁较深，其实是对迄种抹黑的政党是不利啦。比如讲，咱高端的代志，咱若以咱即马来讲，大家愈看愈多，因为单一议题的时阵，等到大家看会斟酌，大家发现讲，啊你高端诶五年，啊 BNT 十年呢，莫德纳讲歪公开呢，啊你阿妈做伙吗？你若安尼，你应该要查弊，应该讲不管安怎。所有疫苗的合约，我拢要求你行政部门爱去甲要求公开，咱咧听起来则叫做一视同仁嘛。那有迄叫做你针对性来做，所以这种代志愈做愈多，就该处赶快。像是自用的争议，像是该图利，像是有咱讲到可能是走在这些法规边缘，还是取巧在运用一些或者没有利益回避的部分。我感觉咧做来对因来讲，这個、问题会较大啦。啊，我以后敢会使讲最后几工。大家的经验啦，大概咱三张票内底，大概一般来讲，总统还是咱的区域立委，应该有一个较明确的态度啦。但是政党票可能搁咧犹豫啦，所以我若会想，因即摆咧做，敢想要来做因家己的支持者的巩固。另外就是催票啦，就是讲你到时候投票率袂使。但是哦，志雄长，因为你是专门咧监督国会吼，今仔日啦，即在野党议员啦。再去问高端啦，啊，下晡咧问迄中国概算的其他的问题，啊，佮问迄落某一个委员的这个录音档，录音大啦，啊，小的这。是这一问来讲，就是讲因为一个会议有一个目的啦，吼，咱讲开会要有效率，你应该是大家专心来针对这个部分准备好。阮在过去看到咨询就安尼，明明今仔日咱们来讨论消防法要安怎。爱去你的，先算问因的地方的建设问题。当然，咱感觉这是制度的，
你有真侪时间，你只要买走即个红贴啊、白贴啊，你开时间，你要求官员甲你来做即个地方的考察，其实拢会使开会。即种第一议事殿堂，我特别强调哦，咱即卖会议是叫做正式的会议，你欢迎拢有影片，咱嘛有即个文字的记录、逐字稿，几乎是逐字稿。对对对 对。这更小的，就大家咧问你，看你有啥物专业，啊，你根本就无问啥，啊，你得浪费大家时间。咱所有这个官员是把时间停落来，把你要问的资料拢准备好，结果你来问我其他的资料，啊，你甲我问其他资料，我一定甲你讲，歹势委员，今仔日来我主要是为这个代志报告，啊，你若知影当啦。更想登上去，就开始骂讲：，好，你不尊重国会，你都无个代志来搞，你无来做讨论。即若以阮过去公都蒙古一个立法委员的质询影片的评鉴，对阮对民众的评鉴来说，这个东西就是离题了，没有针对主题来发文啦。当然，咱感觉较可惜啦。是，我要讲一下，我刚刚好安尼讲，我这样讲不太精准啦，因为你今天陈建仁到现场也在讲飞弹啊，对不对？他自己去报告的是疫苗，现场飞弹他也照讲啊，就我觉得这样去苛求立委没有无啥意思啦，我讲实在啦。好，这侯姐你也看哈，那昆友你按哪看？我觉得这个事情当然那个你今天要开临时会，你是针对一个题目对不对？好，一个特定的题目，然后来开这个专案的报告。好，那大家就尽量要求。就理论上又要尽量要求说，大家针对这个题目，你就在这个范围里面发言，不论官员，不论立委，你就应该这样子处理嘛。那不是啊，现在我就特别开了一个，好像我另外开了一个院会，大家上面去一个战场，还不是院会，那叫做国事论坛。那我在选前开了一个国事论坛，大家各言而志，这样子就不对。那你开这个会，开了一点意义都没有嘛。这个我还是要说，当然他一定要专业，要针对啊。大家如果看过好莱坞的电影，他们会开所谓听证调查会，啊，谴责啊，国民党为什么不赶快通过听证调查？他们到底提过什么案子？这都是朝野的两大党的共业，自己执政的都不想通过听证调查的这些法规，然后在野了才在叫。那你今天就会产生这个问题是。你可以想象，如果在美国在开听证会，有一个人会离题再问别的问题吗？这是可以接受吗？这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！拿台湾的国会去拿套美国的例子，那是完全不对的嘛。人家是 subcommittee 嘛，人家是委员会中心，台湾就不是嘛。台湾当然是委员会中心主义。你如果知道，台湾不是委员会中心主义，台湾是委员会中心主义。台湾的设计是委员会中心主义。至于他们有没有委员会中心主义，是叫另外一回事。台湾的，你已经把那个所谓的他会跟他要不该不该，跟事实上的部分分在一起了。台湾不是委员会中心主义，台湾是最后朝野协商决定，那是不是？委员会中心主义呢？我们委员会中心主义是委员会出来的东西，就后面不能改嘛。台湾怎么叫做委员会中心主义？不，在咱先来讲吼，卖讲什么中心主义啦，咱来讲讲今仔日所发生的代志吼。不管是何日还是红林，我相信恁两位拢认为讲上好啊，针对的主题嘛。对，我要讲是说，当然是希望针对主题，但是我觉得说，我在国会这么久，就是说你不要去苛求立委，为什么会有当初会有什么国事论坛这些制度？就是大家有这个需求，你实际上来讲，当你发生一个大事的时候，陈建仁今天也不可能不回应这个问题。就是说，我觉得你太站在行政部门的角度去苛求立委这件事情，对民主发展是不好的。不管谁做在野党，我都是这个态度啦。哦，这样吼，我后面后来讲一下，因为这个执行长是站在监督国会的这立场啦，你安怎看？我是感觉讲吼，这個、会本来就是在野动力操作选举会嘛。伊就是你针对高端，你被插这个议题啊，议题，哎，你这个议题，你既然你自己要的，你就自己要来开会嘛，不管你什么要不要公布，那你就是要逼陈建仁公布啊，他不管你是不是他的名题叫是否公布，那你就是要全部来公，逼他公布才对啊，不是说哦，我来，我知道不会公布，所以就不来。那你来，那你逼人家开这个会要干嘛？你的时间是时间，行政院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吗？所以我觉得就是说，当然立委有一些很奇怪的习惯，我们也看习惯了。但是问题是，你这个选举细纲讲，你强迫立法院开记者会的时阵，你的主题就是高端嘛？啊，你为什么不针对高端问？那罗志镇那个东西跟陈建仁有什么关系？陈建仁是鉴定师吗？还是陈建仁是什么？是这个录音带里面的这个哪一方吗？
所以你借这个东西去打那个罗志镇，就是有点，就是已经超越了，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说，啊，好，我们你们这一党很容易追高，很想追高端，那我们又好吗？就大家公开嘛，资讯公开，因为这个疫苗的东西是的确是重要的东西嘛，那我们就支持你们开，不就是开临时会可以支持啊，因为总统副总统也说也可以开嘛，但是那你就针对中医这个，那如果你再超过的话，你就今天跟国防部一样，国防部后来道歉啊。那你在哪个立委要不要道歉？你有没有针对议题呢？对不对？这说来吼，就应该他都好几都讲吼，这个物件在今仔日这个议程吼，就是要来唤起着选民的记忆，吼来巩固着、坚固着家己的这个选民哈。到底这个三党或者是讲其他的在野党吼，这个板块要哪移动到即马为止？吼，我先问好几。你认为哪边劣？敢有任何一党会当过半？无过半，大家大中小，又果是如何？看起来应该是拢未过半。第一边拢未过半。看起来是拢未过半，应该是安尼。那国民党跟民进党都应该差不多啦。差不多。应该差袂介济啦。但有的人喊讲哦，民进党即摆即立委的选情哦，比料想的更加差哦。应该是较差。应该是较差，因为柯文哲愈来愈好嘛。哈，好啊，你家的邓口坑柯文哲的，伊的立委票应该唔是民进党的啦，国民党的提较济啦。所以柯文哲的票愈济，对民众来讲就是愈无好啦，愈歹，较凶啦，一定是安尼嘛。因为遮侪选区是安尼，什么45%、51%啊，一摆拢有机会当选的。吼，那是讲你。有1%、2%的选票移动，你有查盖子啊，所以说理论上来讲，就两党可能差不多，但国民党目前看起来会好一点。但是说他们曾经说要喊到单独过半，起码看起来是没有那个风向，因为总统太弱了，因为总统太弱，看起来国民党要单独过半是困难。但是说立委看起来，我觉得他可能会选的比民进党略好一点点。在外安的门吼，其实在中台湾。而且是讲中华，甚至分林即挂所在哦。即我昨下听看即、這个蔡碧如啊，蔡碧如伊咧讲，我要互大家一个教科书等级的即个选战教训啊。哦，讲到伊会兵盘蔡其昌即个选区啦吼。这是我小在请问你吼，我来先赶快来问题来问即个坤勇，你认为即个？哪别列这个三党的这个不分区的这个党，这个班导干咪来刷叮当？我觉得是这样子了哈，这个我意见跟后知差不多了。那么这个蓝的绿的本盘都一向都是差不多，好，就是都是平盘的。那么蓝的会不会好？那我觉得那个是要看柯文哲的。最后的选战气势有没有维持住？那显然他现在是维持住了嘛，那就是他现在已经号召柯粉来支持他，一直要站到底。至少我要维持住，我总统也许选不赢，但是维持住民众党一口元气，好，我们日后徐图再举，对不对？好，打下陕北，好，对，好，我们建立窑洞，好，那么至少他做到这一点。他现在求的就是这件事情，那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建立起来以后，他只要他的席次比上一次增加，他其实这一次他就不输了。那我觉得他这个目标这一次是做得到的，蛋糕啊，对啊，是做得到胜利啊，对吧？对啊，他这样子就可以宣称他胜利，而且他成长了、啊，那他只要成长，然后甚至有一定幅度，他可以说他说哦，我们。那奋战到底哈，人家都这么打压我们，照片转台湾啊，你这种感觉。对，我25,000里长征啊，对不对？成功了。来，建宏长，你认为这三党的这班导，你来观察到今麦为止，你认为这敢会刷叮当，乃至到讲可能三党都无过半？
是啊，当然咱看呐，过去呐，看到咱过去咱讲民调调查这个部分，虽然选举无咧讲这個，但大家若有记忆的部分，确实民众党是这个部分咱讲过，是伫过去的这个表现的部分，是确实大家的预测，应该个预测嘛是较悬呐，所以。过去较特别是咱单一选区两票制，咱立委变113立委了，咱迄阵啊看开是对，一开始是两大一小，再来拢维持两大两小了。当然，即届有可能是两大一中一小哦，当然是咱即马咧看，可能伫李焕英的掌控哦，有可能产生板块即个改变啦。啊，当然咱讲过，伫最后选举哦，台湾嘛毋是伫无伫最后一天发生啥物奇怪代志，当然咱希望上好是卖啦。所以伫即个部分，当然大家会使来做观察。啊，即嘛是头先讲着，可能伫大方向的，就伫总统票甲区立委的部分，大家可能较有明确的即个态度啦。即马可能我想，大人咧想的是政党票，可能安怎投，伊的部分是有啥是讲歪浪费票。我感觉投票是足奇怪，大家无一定投上好，有啥是投次哈。因为有路用，敢那买这个彩券，买彩券那一刻，大家心里还是希望投奖是我啦。无丢再讲，无要紧做公益啊，所以大部分来讲，一定是希望讲我投的票爱有效，爱得奖。所以我讲，这唔再是讲政党票，大家会思考的部分。啊，当然区域呐，讲即个较竞争的，确实有三党，还是有其他，嘛有可能嘛安尼即个思考啦。啊，所以这是当然最后这时间，大家唔再沉淀。台湾是选举的，每一个国家拢无同啦。有一寡国家其实有沉淀日，就是伊在即选举竞争有人晋级。哦，大家袂使阁做即选举，哦，大家好啊，嘿，大家动作爱停落来。我记我迄阵去斯里兰卡官宣，阁会敬酒咧。第一段是某个时间点，阁袂使大家饮酒。所以讲，即台湾当然无啦。到最后一天，反正大家阁做个小铺铺吼，这是我想，当然是大家伫这段时间会使好好思考啦。哦，来，咱来先看即个图表哈。2020哈，迄阵是民进党、国民党、民众党甲时代力量哈。民进党甲国民党是拢100-100，39.37，38.25，吼，拢13席席次。啊，另外时代力量有3席，吼，这是看到这个民进党甲国民党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个34席的不分区立委呢，得票的比例超过5%定赢，才有通啊分配席次吼。女性当选的名额未当低于1/2啦，所以哦，这算起来吼，在过去这是2020的这个情形。民宏，你安怎看？我感觉今年可能敢剩3党尔啦，第四个应该是无啊啦。哦，这应该是无啊啦，就是因为这就伤心，应该是这马仔翁搁要访问这款第四看未小动呢，啊，搁有希望啊，搁有希望啦，啊，但是阮看起来是无希望，因为拢是你去搞，去予第三栋食去啊啦吼，啊，不过伊食嘛食无偌济啦，啊，不，这个就是问题，就是三栋一定是无过半的啦，吼，一定是无过半，啊，不过你这是不分区的。政党诶，这个席次应该是差不多啦。我觉得就是会跟上次的政党差不多。对，因为那可是问题是上一次的总统票跟政党票是差很多。上次总统票是817万，这个不分区是480万，这个是民进党的部分差了300多万。可是你可以看到，就是总统票并没有转嫁在政党上面，所以政党票我觉得它是相对稳定。说你有政党多少板块，你大概就会得这个板块啊。那问题是，就是说现在主要是区域立委的保分，就是影响席次的保分嘛。你假如说公投有台中第一选区，台中第一选区如果被编盘，民进党可能甲村输到吞口啊。对啊，就是说登去困啊，安尼啦，吼。要包包起来。对啊，就是说蔡碧如因为伊有迄卢秀燕的支持，伊的得票呢可能无像其他民众党那么惨。但是你说要把那个区域给它翻掉，黑吉伯克的代志，因为那个区域本来就是蔡其昌稳，就是好几年哭了。对啊，他就是本命区，而且蔡其昌当年是得票率第一名的，就得票数最多的是核心存的那一区，得票率第一的是蔡其昌的那一区，就是全国的得票率最高是蔡其昌的那一区，所以变是困难的。但是说蔡碧如可能没有像其他的民众党得票那么少这样子而已。那
那可是就说这整个，因为整个卢秀燕的本命区是第五选区，那个第五选区的东西才是对，就说民进党看起来就是因为他本身本来是一个现任的立委黄国书嘛，啊，可是现在是不是黄国书在选？可是那一区又是那个卢秀燕的本命区，所以那一区可能就是会编驳是有可能的啦。但是你说第一选区会编驳，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打问号的啦。嗯哼，那你说这个区域的东西，当然我觉得最大党应该，如果因为你现在就是总统票的这个，国民党并不是很有利啦。好，那民进党的总统票有那个在路上，那个有催到票，所以说本来是应该是就是说一个大中小的分别，现在搞不好就是两大一中还是一小这样的。中中小，无大大小。对对对。哦，可能是安尼吼。对对对。何志你认为咧？咱不一定咧要来讲这个第一选区台中的啦吼，但是我讲的是讲这支票性的这个选区，会当看到政党票刷叮当吗？乃至到讲，他都阿敏宏所讲的，总统的选票无法都刷来到政党的选票。但这一摆，两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，还是三党总统候选人，上强有当下来转到这个政党票，你认为是郭文婷吗？应该是柯文哲，应该是的。好，因为行共了，为什么讲说只会剩下三党？就是说，因为丁盖喜民进党稍微有礼让了，时代力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分裂。那你这次不管实力还是激进党，都是受到那个民进党强烈的挤压了。你的这个小绿的空间就没有啊，你实力真的也就如黄华昌讲的，你一直那个小绿的色彩一直没有脱掉，你就会在这个地方就会很吃亏。所以这盖这两党被贵官弄看起来拢无讲介简单啦，啊，至于说像刚刚讲的中医，就是，因为蔡宜昌上次他说他是对手特别弱，丁盖得票率是66%，哦，他碰到的是蔡农林嘉欣，国民党自己没人把林嘉欣找来选，哦，所以他的得票是66%，一个丁盖是60%，哦，他那个地方蔡宜昌从2012就是那个地方从中医选区改单一选区为开始，就是国民党只在2008年，就是马英九挟着马英九气势那一次，乌鸦贵，奥盖德都弄起蔡其昌啊，哦，大概最低我记得他也拿了54%还是56%，所以结构上面来讲是不容易。那我觉得，蔡壁如的状况是怕靠无脑的了，哦，怕靠无脑的，哦，因为国民党的人也希望去分，希望能我找不到柯文哲嘛，我找蔡壁如来的，可以分一些民啊民众，所以你也看到讲，不是台中人哦，台中遐每一个都帮他站台，互相来去换高雄的啦，上面也弄来串去，所以脑人啊，然后高声量哈，我觉得对蔡宜昌来讲，一定会产生一些威胁，没有晚来叫地名，但是也危险。晚来叫好算的嘛，晚来是贴在遐都得掉嘛，啊，即马看起来讲要较骨力的，要唔过要过，我感觉也是困难啦，因为结构那个就结构，我刚刚已经讲过，它原本的结构，它大概这个地方没有选过低于50%。民进党今年逆风吼，也没有逆到那个，看起来没有，不见得会逆到那个程度了，就好像比如说你讲彰化吼，彰化国民党也不太好啊，吼，云林到台南应该拢无。拢很硬的赢啦，很硬的拢民进党嘞。所以就是说，看起来的状况就一败一败。区域我觉得国民党还是会选的比较好了，因为不分区大概两个差不多，两个大概差一席了不起的啦，因为比尾数嘛。哦，但是区域的话，可能国民党会好，因为他在台中或在桃园，国民党的状况的确是好的，比他，因为他原来很少嘛。你像桃园，国民党原本只有三席。现在有机会拼到四甚至五，国民党会好的原因是因为，譬如说基隆、宜兰这些地方，有些激震动不会没有连任，就变成送给国民党了啦。上分题，对啊，都台东，然后还有高雄刘四方的那一期，反正现任的没有连任的都比较惨呐。然后你就要讲台中好，台中原本国民党只有两席嘛，那现在都至少都看到五，甚至在拼六，好那么多吗？
你蔡奇如果有蔡壁如是第七个啊，对对啊，所以他们现在在拼五或六啊，所以那么多啊。我跟你讲，会因为会成长很多，因为很简单讲啊，这五万六抢第七的，第七大概有困难。国民党的状况，因为上次机器很低嘛，应该算个就不后就败就败，所以国民党的现任几乎都连任了，应该这样讲，拢动算了。哦，都要明红在讲的嘛，就是有一些是民进党也没连任的，那双方就各一个机会，像基隆那一种，哦，两个拢新的啊，宜兰嘛是嘛，吼，宜兰嘛是两个拢不算鬼嘛，台中第五还是第几嘛，第四还是也是这个状况吧，哦。那还有第五就是刚才讲的黄国书啊，那就是第四江兆国，对罗定伟，对第五罗定伟是罗能用乙烷嘛，卢妈的人嘛，能用乙烷嘛，哦啊那黑西仲哎啊，再来就是说现任的你能够扳倒几个啦？因为看起来有一些可能会有危险，比如说中和，比如说汐止，哦，你有可五块零冰盘嘛，哦啊其他变化应该不讲太多啦，对啊。枯叶的哈，桃园的，桃园就是看讲，桃园一些真危险啊。哦，这枯叶的吼，咱还够有另外的时间来讲吼。朋友，你来看吼，这部分区的这班导内面，其实哦，这摆民进党提出来这个名单，尤其昨下才有说部分区的这个政见发表会吼。哦，咱就看到民进党提名的这万老师啊吼，郭玉琼啊。伊就即个发表啊，咧骂咧骂即个那个男人吼，哦啊，即个郭志温吼，嘛甲伊对下，即个情形敢有通提升到即部分区的能见度啊？因为真侪人对即部分区其实拢是模模糊糊的太多咧。我觉得其实如果就部分区，它其实原实际运作上啊，哈，各党的提名到后来，它其实都是社团。或者是系统，就他针对了某一个系统啊，比如说，针对这某对对什么福利系统啊，社福系统，然后什么老人系统，然后小孩系统，类似这样子，他用社团去拉这些人的票，或是劳工代表啊，经济代表之类的，所以他这个很少看到不分区，哎，不分区原来设计。是大家都很功能性专业，对对，专业的很少说在那边这样子啊，射来射去，头一摆看到呢，对对对，然后所以这大家也都打击了啦。我说实在，我们刚才在聊天，就是说，哦，就现在好像各个党都打到乱了哈，从大到小都紧张了，都挤了，都在打乱了，连不分区那个也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如果说不分区里面有真的掀起说对不分区的兴趣跟投票率的，好，那个不是涉韩国，哎，不是涉韩国瑜，是抢救一川大兵啊。好，因为那个好笑，他其实也不是他有多伟大，而是实在前面选举太无聊，好，啊就一群很好笑的人就出来闹到处乱闹，啊大家就跟着起哄。反而那个使得不分区的能见度，那比较能见。其实国民党在这次不分区里面提名的人选算是不错的，很多人比一加一减，对，比以前好很多了。那可是很可惜，国民党并没有发挥到这一，啊，并没有把他这个不分区的特色的人马发挥出来，对，充分展现出来。建就，你关于尤其恁的角动国会的时阵吼，你观察过去的不分区。立法委员哦，因到底功能有发挥无？啊，咱要如何要来期待讲一摆，这三党的不分区安怎运作？是啊，这不分区吼，其实讲起来咱有一个矛盾哦，就是讲不分区照你讲，伊是当初是选伊是无同的这专业点，但你会使看一个问题，伊当初了后做理由有分去伊需要迄个委员会无？歹势。较大栋的分区，伊爱区域的积分比你较侪，啊，另外你连任较侪，才会有机会升选委员会，所以你的专业无一定在迄个委员会摆得到啦。咱坦白讲，所以
啊，当然你嘛无办法用只脚只背啦，啊，所以讲有啥有一寡工具人，有一寡因是可能伫即个委员会，但是伊会换去伊专业的迄个委员会去做咨询，只是伫投票的时阵伊无办法啦，啊，所以讲这是另外伊现状现主席的状况是安尼，当然毋是伫即个委员会就袂使去关心别项的代志啦，因为我会使去。只是在投票的权利的部分，那些指数也不是、啊、所以咱讲起来，另外一个是讲，咱讲希望不分区应该表达伊的专业，卖听党的话。但咱知影吼，不分区伊若去用开除党籍，伊就取消立委资格啊。永远的无啦。啊，区无讲哦，区若去用取消党籍，伊也是立委。你得看，这就是讲，即个咱的体制伊的为难啊。啊，有时啊，大家讲我要罢免不分区，拍摄不分区没有办法。无迄个罢免的。所以这是咱。主席的法规确实有只较奇怪啦，啊，但是咱讲起来吼，当然有安尼专业，当初咱第二票来投政党票，目的嘛是希望每一个政党伊去提出一挂优秀的人，伊可能在区选举袂赢，但是有伊的专业甲理念，所以讲起来这无唔是歹代志啦吼，唔是歹代志，无唔对。但即卖部分就是讲，当然大家要安怎来分辨啊，伊即挂表现，啊那以公度梦的咱的评鉴来看，坦白讲啦。区甲不分区的表现，咱坦白讲，无讲介明显的差别，因为咱区嘛足认真的立委，比间隔来讲啦。啊，那以咱评鉴，我确实会使简单讲，是讲，若要比较起来，平均的拍拼，坦白讲，小党的拍拼是比大党的平均哦是较骨啦。啊，但是若讲好立委。啊，咱讲人数较侪，当然大党来比较，确实是民进党跟国民党的部分，咱来看起来是较侪。当然你讲阿爷这人数较侪，但是咱讲是比例啦，比如咱看伊的比例。第一，咱讲唔是讲公都模评鉴的主观态度哦，咱敢看上简单的出席率啦、质询率、提案不当预算的删减，即寡物件。整个来讲，啊，甲愿意透明公开伊家己助理的聘用啦，啥物即寡资讯来讲，基本上当然啊，咱小党啊，甲咱的即个执政党目前的状况是较理想啦。是吼，即吼提供吼大家要做政党票选举的时候，看有通啊，大家吼小可想一下哦。闽吼，咱即摆吼，上好买一下春草三四分钟吼，请两位来甲咱讲吼。咱即摆吼，尤其咱头下讲，大家对着即个总统的选票无通转移来政党票。到底在民众要投这张票的时候，敢是亲像他执行长讲的讲，要投有路用的，唔通投迄落投落去无效的，啊，这种心态。我感觉这个，我这个不会政党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总统票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那你可以看到，你现在就刚才举2020年那个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是有多烂，被批评到。体无完肤，因为有那个吴思怀跟那个叶玉兰、游玉兰，然后那份名单吴敦义提出来是全部被骂翻，然后还有张玉梅上台就说鲁鲁抱一只狗那一个，但是问题是，我们就以为那一年的靖东票就差、啊，就差嘿，结果嘞，伊嘛是港宽哦，邓来嘛啊，所以说真的我是感冒有点失望，就是说为什么？民众在投这个政党票的时候，他没有看内容，他只是说我是支持哪一党，我就投哪一党，不管你提什么人，我就投这个人。那今年也是一样，说实在，国民党这一群的不分区立委是好很多。那相反的，就是相对的，这个民进党的不分区也就被批评的比较多。但是你说我会抱着希望说，因为人选的不同，或是优劣外面的评价不同，会不会有不同的这个投票的行为？比较悲观，我真的悲观啊！我真的觉得政党就是政党，而且这是本来预期会分裂投票，但是我觉得目前到现在气氛没有到分裂投票，所以那个就是民众党的不分区的区。的不分区的部分，它还会是民众党的，它不会移动的，不会说我总统投这个民众党，然后那个去投那个的，或是说我政党票投民众党，然后再去总统去投别党。我告诉你，后来我发现你周遭人想起来，就是说我总统投谁，我政党票我大概就投谁了。我们预期出现的不分裂投票行为是比较少出现的。困扰这样看，我是这样子觉得啊，好，我们三种选举来分，依照往例的经验，最明显的一个状况就是区域立委选举。
区域立委选举越来越的越是怎么样，选人不选党。好，我就跟他有交情嘛，我就认识嘛，好，我就投这个人。你好污啊！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就是选人不选党的比例是比较高的。好，这是区域立委。那第二个呢，总统，然后这个到了不分区立委了，不分区。就刚才敏凤讲了，就是选党不选人呐、啊，好，我就是死铁啦，然后我就对这个党，我再有多不满意，那多痛恨，我含血含泪，但是我为了表示我对这个党的忠心，我这个不分区的票就是投你。对，然后可是到了总统那就难讲了，要看情况。啊，总统，我们台湾人对于总统这个事情还是有一个期待的。他需要有会讲话，他要有魅力，他要一爱五黑板呐，好，这个五黑板，对，嘿，然后就是要有那个样子嘛，哈，然后假如你觉得你不行啊，或者是大事件呐，哈，无大事，哎，或者是对面那个对啊，那个习大大又来助选呐，哈，那就会影响整个总统选票的移动。但这个时候有大事件或是总统选票移动的时候，他就会产生分裂投票。其实准时才有可能。对，像上一次就是这样子嘛。上一次你看为什么民进？对，上次就很严重的分裂投票。这个是有人看起来没像总统。对，但是那个时候是有大事件嘛。是，这很重要。想要三十秒，你来讲吼，对不分区的立委的选举吼，你希望？大家观众朋友应该注重什么物件？是啦，最好你呼吁者。是啦，当然伊公众模的角色，就是咱过去在现任的这立委哦，咱拢有做评鉴啦。咱的希望大家不要盲投啦。以阮的概念，就是阮当初评鉴，其实家己我以立委的表现，现任者不管区还是不分区，也表现该透明吼。希望大家参考者，不要盲投啦。上你的网站去看卖是。是是。哦，感谢三位，来，谢谢。这本票都蛮忙头。